那我们要怎么样挑战，怎么样过关？你跟我们讲一下。爆弹神枪手，龙球，螺丝轮盘，龙球放在脸旁边翻个，破掉就出了。那我先，我先。哎，对，我先来。我觉得你运气很棒。我先了。OK 啦。我先呢。那不然我先吧。好，好。没事，没事。Oh my god！ 哦，这样够近吗？够够够！一二三。没事，恭喜恭喜！换我了，又换你，然后再换我们，就看谁爆这样啊？对，这样公平，来哈，来，按好了吗？好的，好了，一二三，爆！没有，可以吗？换奶奶，换奶奶，好来，一二三，差不多了吧？差不多了，我心脏病要发了。对，好，就先近一点，近一点，好，近一点。对了，一二三。给我按了，为什么？完了啦！什么？下一个，这样也没事。惨了惨了惨了！来来来来，加油了，加油！最后，我觉得这个几率重点，对，就这两枪了。好，加油哦！我们一二三，还在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 ！OK 的，加油加油！一二三，哇！二三。输了，再加油的，再换一位啊！